是咸的不停。玩啥去？你一天都坐在椅子高头。又不愿到哪里去？烤锅哎，螺丝的烤锅，这到冬天了。烤锅烤到想睡觉，还有去睡觉。哎，天气不好，天气好还是？我来去做点啥？反正不运动好。野葱是不是春天的嘛？那么秋冬还有野葱噻。今天弄个野葱是跟鸡蛋包包子吃。哦，那个香嘛。一下子看不清楚。那么看出最肥是我吃点石头。好，你玩了。我娘不娘贴心的话不得了，把它给火进去。对，这多漂亮。那么火进去来。这样大伙儿都喊我啊。
反肉哦。你那个时候野葱是鸡蛋，我吃的是撩酸菜。撩酸菜我也吃了一罐，好吃的呢。